爸妈哦，对了，妈在看，算了，把鞋穿好了，显得我很不守妇道哦，不是不守难得。没事啊，这样穿好看，老娘不喜欢吗？咱是穿衣自由的年代。哎呀，穿衣自由也要就是有一点点那个。我刚才说半天，抵不过一句弹幕发来的，爸妈会看。好，那我错了。管他呢，管他谁在看。看就看吧，我就是穿衣自由，什么年代了，我爱怎么穿怎么穿，别管我。